嗨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陈阳。我现在要去菜市场，干嘛呢？昨天不摘了红萝卜汁吗？还有青瓜汁吗？然后他们要买玉米呀、杨丽想喝牛奶，所以又得帮他们买牛奶。然后我现在去菜市场，现在走了。117，买的多有送货。现在我买回来了，你别吓！啊！哇，你这是批发吗？我买的比较多一点而已，我不想明天再去买呀。比较多一点而已吗？呀，这么多，你疯了吗？我没有疯啊，如果我一个人吃两天，我跟他们三个吃就一天的量。你打开看看这到底有多少？30根、20根、50根。神经病呀！你买这么多，你要吃饭啊？吃黄瓜都要被你吃穷。100块钱，110，120，120。你买黄瓜跟胡萝卜都买了这么多钱？嗯。你这120可以买多少菜吗？这可以吃一顿大餐了。我没想过。可以吃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，一点都不会过日子的。我。又在榨他的青瓜汁，每天在。这是第二杯了。最近我们在清肠、粗粮、果蔬汁、玉米跟青瓜汁，这是我们的晚饭啊。给大家看一下陈阳买了多少，全部都是这，哇，拎都拎不动，这全都是青瓜，看到没有，这么大一堆。玉米已经熟了，现在晚上我们吃玉米加上青瓜汁。好了，我要吃晚饭了，拜拜。